其实福建队呢也是很有一套啊，特别是内线方面有优势。哎，王哲林大王往篮下再起，张大宇转身，大王在篮下再强起保护啊，包括哎，大王这边对上刘泽一，跳起直接给中路，漂亮！压的就是缩小版的周雨辰，不是双人去夹击王哲林，陈真自己来，王哲林一把强起，哎，再起好球！和这个应该是一个特战生发来的评论。顶住王哲林，瞧一下。那对于浙江来说啊，如果要是内线单打一打一的话啊。老段给顶住大王，哦，漂亮！这上半场效果做得非常好，大王中投也有站住。王哲林一起再起，终于打中了。真的，大王又开始走，篮下发挥的如火纯青啊！大王的外线。